今年七月初，尼伯特风台重创台东地区，造成农业损失惨重。因此，嘉义青年农民联谊会将要伫24号的当天举办嘉义友爱精华台东活动，伫嘉义的万东百货头前广场义卖农产品，所得专属将要捐赠给台东农会，力挺台东农民在后的福建。为了鼓励民众做公益，嘉义青农联合会将农产品规划成蔬菜箱，内容包括有香米、金瓜、手做的果酱、阿里山茶、乌米、洋香瓜、苦瓜等等冬季的新鲜产品，总共有 A、B、C 三种组合。以预购的方式，每箱售价1000，限量60箱。24号当天，由来自桃园的青农支持，下降最近的蔬菜做伙义卖，协助台东农业在后重建。每一个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，都非常的用心付出经营的。比如讲苦瓜啦，哈，南瓜啦，哈，这个网纹瓜啦，蔬菜哦，辣椒啦，哈。啊，有迄个各种的蔬菜哈，水耕蔬菜哈，啊，还有鱼产品像白虾哈，啊，像我们的茶、咖啡、果酱等等哈，啊，各种水果哈，都很多哈，所以大概哈，大家就决定说哈，我们嘉义有爱，情系台东，所以在7月24号礼拜天早上11点，7月24号礼拜日早时。11点的嘉义区万东百货公司，他们把所有的捐出来的农产品，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呢，把它放在三种箱子 A、B、C 哈，啊，黑那种混装的哈，就是有米有紫米啊哈，茶咖啡各种水果蔬菜啊，甚至于鱼产品。这样混装哈，有 A 种、B 种、C 种，大家就可以哈去选购，但是都是1000块哦，1000块哈。但是你会当买这今后的农产品回去，也将来吃了以后还要帮我们嘉义青农哈推广哈，最重要，你同时做了善事，我们也把爱送到台东哈。嘉义友爱精华台东记者会上，馆长陈华官到场支持，并表示嘉义青农非常用心，遐着尼伯特风台重创台东，都将家己努力种植的农作物捐出义卖，以行动将爱送到台东，希望大家展现热情，踊跃前往购买农产品做助身。最新新闻，张乃成嘉义县采访报道。